影斜杠搭手扶梯自拍酿祸。女婴从母亲怀中摔落三楼高身亡。搭乘手扶梯时一定要站稳扶好，尤其是带住婴幼儿的父母更是要小心。印度就有一对父母在搭手扶梯时抱住婴儿的母亲，一个不小心导致手中的孩子滑落，从三楼高坠落地面死亡，酿成悲剧。根据《每日邮报》（Daily Mail） 报道，印度一对父母带住十个月大的女婴逛商场，这名母亲用左手单手抱住女婴，三人还在一家店门口由女婴的父亲持手机自拍留影，随后搭乘手扶梯从三楼往上。但才刚踏上手扶梯，母亲一个没踩稳，害女婴从手中脱落，女婴先撞到三楼的护栏，再从护栏和手扶梯的中间缝隙掉落到地面，过程都被商场的监视器给录下。女婴掉落后，夫妻俩惊慌失措，现场也有许多民众上前关心，还有人急忙下楼帮忙，但女婴送医后仍然不治。有目击者表示，这家人在上手扶梯时，女婴的父亲想要自拍，让妻子重心不稳，莫抱紧女儿，才酿成不幸。印度警方表示，这起事件纯属意外，女婴的家人不打算追究。